看，这是什么？迷你世界蓝蓝被窝盲盒。听说这个里面的隐藏款是有史以来做的最用心的。来吧你，我来。今天这个隐藏款听说好好看，我今天一定要抽到它。算了吧，你果冻人送外号仙石宝，说简单就是晦气。你说谁晦气呢？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欧皇。行吧，就让你先拆吧，我倒要看看你的运气。我有预感，这肯定是隐藏款，还有个鸡蛋。什么鸡蛋呀？这是他的睡袋啊。哎呀，不重要，隐藏款出。啊，是女明星啊。是我们的女明星华小楼。哎，还有一个看剧的平板电脑，这样睡觉追剧伤眼睛的。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，还说别人。哎，这个睡袋颜色不一样啊，难道是隐藏款？有可能是每个都不一样呢。是吗？我怎么有预感是隐藏款呢？哇，真的是隐藏款哎！哇，这个帽子摸上去都不一样，有一点毛毛的感觉。他的衣服也是那种毛毛的，不是以前那种光滑的，感觉做得非常用心。不错不错，我果然是欧皇。果然，我最喜欢的我没抽到。哼，既然这样，那我抽你最喜欢的叶小荣。这是什么？一个男的耶，好像是叶小龙。哈哈，小王子，我就说吧，我开出叶小龙了。我喜欢隐藏款雪莉，睡觉还要快乐水，也不怕长蛀牙。到我了，到我了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是叮叮当哎，哇，好可爱呀！闲着拒绝可爱的小猫咪呢。这个好可爱呀，好喜欢。可恶，又被你开出来了。这次我一定要开个我喜欢的，我要拆梦哥，梦哥好看。是格雷特哎，也不错，很好看哎。这小小的东西是什么呀？宠物吗？到我了，到我了。是好杰塔哎。小王子，你怎么把我喜欢的拆了？可是他为什么哭呢？我知道，因为他被很多东西束缚了，所以不开心。他想变成黑天鹅，无拘无束的生活。这一次肯定能开出自己喜欢的。孟哥哎，真的是孟哥，我好喜欢啊。不是吧，还有面镜子，这也太臭美了吧。臭美，这不和你一样吗？接下来看我的吧，我猜的肯定比孟哥好看。呼呼，是月无双哎。只是月无双啊，你拿什么和我孟哥比？孟哥 YYDS 还有一个包子，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。还剩下最后一个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猜猜最后一个是什么吗？哇，是小红帽哎。哎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看见小红帽的苹果了吗？你们知道在哪儿吗？啊，在这，原来在小王子手上啊。多辣行为。盲盒就拆完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最喜欢哪一个？小伙伴们喜欢哪个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我最喜欢雪梨隐藏款。嘿嘿，可惜被我抽到了哦。你看看这毛茸茸的手感多好看呀。哎呀，可惜呀，果冻你没有。来吧你，现在我不就有了。